实验，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Mega House POP 最近发售了一款凯多，是史上最贵也是最大。网络上已经有很多开箱的文章跟影片了，所以呢，我今天想要换换口味，同样也是凯多，但是是别的作品。但今天应该不能称之为开箱，因为它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我今天就当作分享我个人的收藏。来吧，好，这个是 GK 公仔，然后它是来自于 GP 工作室的四皇共鸣的坐姿系列，它是坐姿凯多，同时它也是我频道的封面图，因为我个人非常喜欢坐姿这个动作，我觉得坐着有一种王者的风范，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个系列。它同系列的白胡子跟黑胡子我也有，如果我有时间，我也会来拍个影片。这只凯多呢，它发售的时候有点早，当时和之国剧情还属于开场的阶段，所以这只凯多有很多元素都不是动画中的还原，而是工作室自己的设计。我们可以看到凯多的椅子是用兽骨排列而成，然后底下有一个兽皮当做地毯，由此可见当初工作室的设计发想是把凯多当做一个兽人酋长的那种风格，就是一种部落的感觉，可能是因为他是百兽海贼团的船长，所以就营造一种酋长的感觉，兽人酋长的感觉。开箱就到今天结束，还有别的作品我会再有时间拍给大家看，谢谢。